看看新闻网。那说到何韵诗呢，在大家印象中应该是一个一直留着利索的短发、非常帅气的女生形象。嗯，不过呢，这次何韵诗的亮相啊，就一改往日中性的装扮。当天呢是一袭这个黑色的长裙示人，完全颠覆以往给人的这个中性的帅气形象。看来何韵诗淑女的一面呢，大家一定是很少见，一起来看一下。作为这次匡威 Pop Up 录音室开幕活动的特别嘉宾，何韵诗一改往日中性帅气的风格，一身黑色休闲套裙搭配红色匡威复古球鞋亮相。这样的装扮甚至连现场的一众记者都被惊艳到。原来其实人家何韵诗对这身装扮早就有着自己的看法。我觉得其实裙子也可以很中性啊，就是裙子就不一定是说中性的人个性就一定要整天穿西装啊，或是只是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就可以。现在的我就比以前来说是比较敢去尝试多一点不同的感觉。坦言现在比以前更加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的何韵诗，对于当天穿着也是下了一番苦功的。何韵诗也是斟酌再三，还是最后选择了平日里很少尝试的长裙淑女风格。今天就特别有点搭配一下啊，就是既有一种很随性的，但也有一种有打扮了一下的感觉。在当天的 Pop Up 录音室开幕活动中，作为音乐前辈的何韵诗也是在现场和年轻人交流音乐，鼓励年轻的音乐人坚持自己的梦想。因为这边就是一个录音室，那想要做音乐的人可以过来这边去尝试一下，希望有多一点的机会给他们就是发挥啊什么的。娱乐新天地北京采访报道。